斋念佛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清净无为？你看看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盂兰会上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三界四周不杀生，仇恨无止息，无头大强弱邪淫，一切有情皆孽，无妄语，梦幻泡虚，不禅求，又不掌落无常，不单乐，反华常，不贪眠，无苦不得解脱，无纵欲。如行了无生趣。
去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想再轻易涅槃。